老师的班级。武汉暂时没有开男班，有少儿。啊，不是，我们校长是刘依依老师和李飘爽老师。刘校长老师应该是其他校区的吧？我们现在是湖北校区。是的，集训的日子。但是回忆起来也还好，就当时痛苦一点，对吧？一般应该是耗十几分钟吧。对，这些都是普高生。我们这边都是长期集训的，大概一般都是集训10个月左右吧，早一点的会10个月。是艺考的，艺考生，不是业余的，这边都是艺考的，然后是高二升高三的。二四姐，对，都是普高的。抢到福袋的可以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的后台的老师。很厉害，普高生会稍微难一点。杨碧瑞同学在哪个班级呀？他是哪个老师的？他班主任是谁呢？丁瑞同学不是很熟。就是这个班是吧？好的。我们后台的老师，同学们都很害羞，他们都很害羞哈。已经压了快1个小时了。
从十点半，没有，从十点半开始。没有点关注的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周测的直播，是我们七月的第一场周测。耀亚，现在看得见吗？主任是舒瑞老师，是舒瑞老师，然后他们应该来了一两个月吧，大概是早的可能一两个月，两周吗？哦，他们都来了两周，两周左右。点关注的一定要左上角点关注，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七点还有一个周测的直播，然后现在的班级是舒瑞老师班，都才来了两周左右。然后有时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每周都会有各种形式的直播，都可以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点赞。稍微走近一点点，不能太近了，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稍微近一点点哈。点关注的一定要左上角点点关注。我们今天有今天晚上的七点有我们七月的第一场周测，可以关注起来。好的，是哪位同学的家长呀？好，欢迎这位家长。流星月是吧？好的。这姑娘都非常棒。你女儿叫什么呢？是哪个老师的班级？是这个班的吗？魏老师，魏老师他这几天不在学校，是一老师带他的班，魏老师在的。徐英奇，好的，徐英奇。都是中国舞，我们这边都是中国舞女班。可能应该大部分都是民舞，也有古典舞的吧。
小对小时候的软度会好一点，小时候长大了骨头会稍微硬一些。像我们那个小孩子的骨头肯定不好，现在有暑假班，我们暑假班早的已经开始开班了，具体的可以后台咨询我们的后台老师。我们有暑假班的，有各种班型。具体位置可以私信我们的后台老师。可以先关注起来。脚背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它脚背是我们动作质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脚背还是需要好好压的。后背要伸直。
现在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打扰学生上课，然后具体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后台私信一下后台老师。要撕，自己撕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有作用，老师撕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两分钟，快点。有时候自己撕，有时候是老师撕。这些都是高中的，高二升高三，然后准备明年艺考的，是明年艺考的学生。这是舒瑞老师的班级，都是普高生。多多少少会腰疼，这个不可避免。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腰，就是耗腰不能，就是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来自竖屏可能会好一点，好啊，斜看。头往上立，学好身体，我们学好谁找那个天花板最高，妈呀，是直排。那个杨瑞腰别弯，左边往上。练功服的颜色可能每个班自己的要求吧。